有这肤质，苦恋几多次，悉心栽种，全力灌注，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所承受。这一次，你真的肯定介意？有意，我引诱，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？你要静候。再静候，就算失手，始终要守。日后在我脚边，教讲天的泪不流，留底叠上你的石头，从壮丽感受，也许风霜越粉碎味道。正常走，自己先接受透。应该怎么爱？可惜书里从没记载，终于我出来，但是却不回来。难道身穿过？